大哥、哦，大哥、哦。哎呦，被打！这个我，这个真的要剪掉。就因为我今天要来这里。对。我就想到一个 freestyle。好，来，你 freestyle 一下。从来我没买错，再丢丢没直播，在这里可以买最新鲜的肉。我想要看你怎么放。模仿什么？你会吗？我超会的。真的吗？确定吗？对，我超会。黄立成大哥。模仿他唱歌，我真的想看。等一下。我先给大家看黄立成啊，黄立成吗？黄立成先在黄立大哥，黄立成，大哥哦，大哥。哎呦，被子，这个我这个真的要剪掉，这个剪不掉，不行，这个不行，我会被骂死，等一下他就会打电话给我。黄立成大哥唱。从来就没爱错，是你相信着我。因为他会走音了，他会走音了，他会走音，所以他的 key 不准。好，黄立行，从来就没爱错，硬朗，从来就没硬朗。啊，对，哎，这个也会办。哎，剪掉，剪掉，又会被骂。马吉弟弟，马吉弟弟哦，啊，马吉弟弟，我们先不讨论好了。吴建豪，吴建豪哦，哇，好难哦。不会不会，你就唱那个吴建豪唱想太多，想太多。是我想太多，有点 Michael 的感觉有没有？哎呦，好害羞，不要了，这个也剪掉，我会被骂。你推出一种这一首新歌从来没爱错，对，这一首新歌你当时是用什么心情去唱的？那个时候周先生打给我说，你这首歌要表达什么样的感觉，你现在是过什么样的生活。然后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在台北，然后就一直很想念老婆，就一直就觉得，所以你是想念老婆啊。你妈妈跟你老婆在老鼠哇，你怎么那么恨呢？这个是最最老土的问题啊，你会救谁？其实我妈妈已经活了很久的时间，但是我会救两个，没有办法，那你没有办法，就没有办法，对，这个什么节目啊，这什么问题啊？其实啊，刚刚好，我老婆会游泳，我妈妈不会，可能先救妈妈，然后老婆。你好哦，上马先，要先救妈妈。可能我老婆在看哦，哇，这个可以剪掉吗？你老婆在看？对，这个不行。